大兄哥，你讲啥来啊？你找我到底有啥物代志啊？你敢唔知我今日情无一样，敢讲你的代志比今日发生的搁较大条？代志关系着我的权益，当然大条啊！唔是啦，我是讲关系着你的权益。你想看卖哦，大兄即卖失踪啊，爸又搁剩一口气尔，万一两个人拢无去啊，有啥集团是要安怎？你会当摕到偌济？这就是全部的重点。 吴山集团规模遮尔大，有真济代志早就安排好势啊！等你的头壳想会着啊，早就袂赴啊！嘘，代志毋是戆人所想的遮尔简单。若毋是我家暴走来遮关心，发现遮尔大的秘密，我哪有可能遮尔着急叫你过来？来，你先看卖遮个讲。这内底是啥？着算讲是阮爸为上，嘛无可能事先知影内底内容。 我想廖萌姿，你的贤内助呢？敢若是微笑的影本，我哪有可能摕袂着？你讲这内底是阮爸微笑。之前我伫咧做记者的时阵，抓到这个律师的枕头，我就甲伊交换条件，伊就甲影本交出来。阮爸竟然！ 手头二十八个股份拢交阮哥，安尼就等于是把金款交予伊啊。阿哥，阮哥若是有啥物状况，就交予伊的后生来继承，竟当作无我的存在。就是啊，我看到这嘛是规巴肚火，恁爸哪会当遮尔偏心啊？啊，迄个王一林就还袂认做鬼宗啊！ 难道是我爸倒内底有母家的金孙呢？伊哪会当安尼无关恁这帮的死活？袂输你，毋是母家的后生。我当然是阮爸的后生。嗯，这嘛母家敢若像我一个，嘛只有我，会当甲吴三姐安打起来。先生哥，就听放手啦。我不准你以后再讲一款话啊！有听到无？我。 既然假设我财产都留好大爸，无留好坏，我嘛是不该好心啊。有啦，来，你看，这有剥夺继承权的条例。什么条例？来，你看这哦，《参照民法》第1145条。 可以让子女的继承权丧失，如果子女极为不孝，对被继承人有重大虐待及侮辱祸害人，这些你拢有。搞掉去啊！谁跟你算命啊？你这卖状况对你真不利呢。可恶，竟然你对待我，那我这几年打拼到底算啥？ 啊！我阿你出个新票，一个红头的代志，你感觉什么人讲啊？啊！若无这武慧红，伊变哪时间掠准准，甲你阿个白安两针对？我无啊，我无甲林浩然讲啊，我只有叫汉良去甲我回合啊。啊！而且汉良伊嘛无可能甲别人讲啊。我是临时去学堂的机票，嘛无可能写到出去。 这个甲武慧红报备啊，人到底是谁？啥厉害啊？哥，我看你身躯边吼，一定有内鬼在甲你出卖。对喏，伊无可能出卖我。伟弟啊，这代先通话几个人哦，我一定要甲你抓到。啊，若无我所有的计划拢去互伊知影，是真危险啊。武慧红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人物。 伊若真正要对付新兵哦，你是要哪甲提防啊？飞弟伊即马已经倒落去啊，你嘛无需要紧张啊。接落来，你着要甲信贤见面，讨论未来是要哪合作，甲张兵稳调的。等权利若是留调的，啊是搞到底是谁甲消息泄露出去，有遐尔要紧。到时阵再偷偷调查，到底谁是来鬼着火。 忘唔对啊！即马大家要哪合作才是上重要。
差一点也袂记得这件代志。惠凤凤凤收到简讯，改通风报信，伊才知影去掠万新明甲白汉俩。到底是谁改通伊的？敢讲惠凤私底下有甚物安排，是我唔知影。一个红仔，一个后生啊，拢无法度信任。除非亲戚朋友，啊，若无哪会知影惠凤手机爱号码？对，就是这条简讯。知影，这个手机号码是啥？咱两用一杯酒，庆祝咱的正式合作。明仔临时当聚会，大家来三个做代理当处理。我来开啦。导演来，阿林，多谢。阿你手机啊，卖放伫个桌顶啦，那无等下去有伤兵拔掉就不好啊。啊！来，咱庆祝明仔计划顺利。对，咱一定要好好团结起来，才袂去有别人徛空。干杯！绝对顺利啊！咱两边佮加上阮妈，还佮其他独立董事的收听，也无人竞争。最后一定是我当选代理当所长，到时阵咱就当完全掌握五山集团啊！信贤，你画这块饼画到这大块，佮佮阮爸来合作，嘛毋知影这块饼咱到底是食会着还是食袂着。啊，毋过我会注意。你莫想讲利用阮网咖了，你着存过水无？哎呀，咱先莫想这样好，先予咱这只船开出去，好吧？来，吴信贤已经跟阮朝云交接。准备伫个明仔临时董事会抢代理董事长的位置，请提早做好准备。你毋是伫个洗身躯？你用水声骗我？我若无好计划啦，哟，要哪会知影你偷藏第二个手机啊？想要通知邓文瑶做准备，你是安怎要反背我？因为我看袂惯，是你做甚物代志，拢是为了你啊！吴信贤曾经害死静瑶，你煞遐尔简单就原谅伊，搁要停伊夺权？我当然要通知静瑶因提防啊！你是咧胡白讲啥？你想要停静瑶，甚物敢都免顾啊？虽然不信还是真笨手啊，敢不过，若不是伊走来通知咱，讲生命有危险，生命即马走世界不回头之路，你知影无？当我欠人这大冤情，敢免还？加上生命甲白汉良咧做伙，去互不该人知影，一定会去互人利用啦。我唔只会选择讲去提醒伊，
我这是来救生命的，来救咱的查某囝嘞！你是在笑啥？生命甲白向良，去互保险公司撞着，迄个保险是你，我唔对。你是安怎，要来害家己查某囝？生命是你的宝贝呢，是你疼惜45年的查某囝呢，就当讲有什么代志撞着，你嘛袂当借别人手来驾驶伊啊！45年哦。你讲唔对啊！认真算起来，生命陪伴我只敢若有36年尔。什么36年啊？生命今年已经45岁了呢。你是对车祸迄年开始算？咁讲，车祸之前的代志，你拢想起来啊？我出车了，什么感觉？伊就对我有一款真疏远的感觉。你嘛捌怨叹，讲我失去记忆，嘛失去对旁边的敏感度，你感觉真可惜。那是我会当恢复记忆。安尼毋是应该是一件真大咧欢喜的代志。想做你看起来，敢那真惊遐，敢那真惊我好好记得。啊，拢已经是遮侪年的代志啊，我早都已经放弃你会当恢复记得的希望啊。啊，你像安尼讲，我毋只惊一个。我出车祸的时阵，生命。教会尔，所以我讲，伊陪伴我36年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想做你会这么惊吓？你啥物时阵变啊这么无胆？哪有人咧算的啦？啊，车祸前后你唔拢是同一个人？你确定是同一个人？你啥物意思啊？生命教会进前。照顾伊的地锁丸，甲即摆的地锁丸，你甲当天酒抓是同一个人。你失去之后，确实个性拢改变真多哦。我唔是叫地锁丸。